看起来很凶，但实际上是非常温柔，一只都可能要数百万元。如果不要考虑到去伤到小朋友，这个老母鸡要宰了之后，发现到叫如获至宝，它可以卖到1055万台币哦，全身是黑的，要价76000块钱台币，除余害。今晚11点，国民大会。